因为我们那天是很早就起来拍了，好像早上八九点就起来拍，就是为了怕旅客太多，所以才有这个，就是这几张而已，就是这个景点，很漂亮哎，好幸运啊！对，然后就拍一拍，他突然就给我下跪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：“哎，你等一下，你跪了裤子会脏哦，因为地板是湿。”那时候应该不管那个了吧？理性不是，因为我整个就是脑子空掉，我连他跟我讲什么，我到现在我还不记得。太难是精心策划这一切，然后你这么无感，然后又还在那边跟我说被泼冷水的感觉，这很糟。而且我还跟他讲说，你干嘛求？不都已经结了，还要求什么？好解啊！太解了！我现在就在查资料，因为我今年年中很想去非洲看，要打很多针。对啊。然后，但是我是真的好想去，因为我有去过，朋友都说很震撼，而且是人生必去。而且我是旅游是一个，就是我想去的地方，我就会想要立刻达成。所以我有去过冰岛，也去过芬兰跟那个圣诞老公公，瑞典拍照，然后去过法国，然后英国，然后都是美好的回忆。然后还有埃及，我觉得都是很美好的回忆。但是旅途中还是有一些，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恐怖的过程，就是这此时此刻，然后我们收到了那个火山警报通知，火山离我们大概就是他说五分钟的车程，所以他要爆炸了吗？对，他要爆炸了，然后所以我们当下收到通知，所以我们那一天的房间他就是问我们自己想不想住，他没有住不退钱，因为还没有爆，爆了才能退钱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觉得，所以就是也不见得会爆而已。他不见得会报，可是当天已经就是那边的新闻是写已经地震700多次了，还是已经在飘那些火山灰了，而且他的晚上已经开始封管了，就是不让外人进来，哦，只出不进了，对，只出不进，他就是然后在旁边，然后那个导游还指着那个火山，然后就说那个火山就在那边，然后我老公说走了啦，老公绝对生气，快点走，为什么还搭飞机回台湾呢？说我想要拍一下火山爆炸的状况，然后火山灰的样子，我觉得那时候很恐怖，因为其实我们到了第一天，就是这是已经我们要回程了，就我们到了第一天是他那个建制隔天就是睡觉第一晚上，他起床的时候就说，我昨天晚上梦到我们被火山炸死，这样。好可怕！那时候想说，绝命终结战。所以那时候是火山要爆的时候，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要死在那边了。然后我还拍了就是照片，然后还打好就是文字给我妈，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可能会死。你们就赶快撤离就好了。但是我们当下要撤离的时候，就是他那个导游有说不确定我们在撤离的时候会不会爆炸，但是反正就是快跑就对了，因为它一爆炸就会很快速的把你淹没。对，所以我们那一个晚上3万到5万多的房间，然后加这个是没有办法退钱的。他因为他说没有爆，所以你们也没有撤离。我们有撤离，我们后来撤，我们因为他说他有做梦梦到，我就会觉得他是在梦预知梦，先知啊，我就很怕死掉。但我回台湾的时候，真的冰岛火山爆发了，那一座山也爆，就是那一座。可是那饭店有怎么样吗？那个饭店后来没事，他延到别的，就是他们的那些电厂什么的，他现在整个小村是人都回不去了，就是那一区这么严重。对，他是真的火山，所以有人伤亡哦，好像都被撤离了，因为他其实他的发现到侦测到撤离这段时间其实蛮久，拖了蛮久才火山爆发，可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火山爆发。旅行我真的有遇到一些，就是我觉得我的每一个回忆都很美好，可是还是会有一些事情，可是就会觉得说啊，旅行那发生了就算了。就像我们去埃及的时候，然后我们遇到沙尘暴，然后遇到沙尘暴，飞机 delay 了6-7个小时，然后我们到饭店的时候，发现那个饭店的那个水流出来跟尿尿一样小柱，就是洗澡水，然后垃圾桶是有被丢过的，毛巾很臭，而且有被用过。你要讲窗户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是住那个埃及金字塔大饭店，就是号称标榜那个窗户看出去就是金字塔，一整座金字塔。哦，我的很恐怖，我的打开整个水泥墙一整面这样，怎么可能啊？真的有照片。就这里，这什么呀？这个是窗户，这太近了吧？你是这个是金字塔吗？这是碰得到的，不是，是对面的墙。这是墙，它的另外一面才是金字塔的某一部分。对，可是我们是金，它不是金字塔很远，然后还有什么吗？
就是所以看不到吗？探头也看不到吗？对，隔壁饭店的防火墙。我们是后来翻饭店，你是一定要跟他争取啊！我那时候隔天我们大家都很觉得很爆炸，而且菲比他们甚至是睡到有住过的，已经睡过一晚的，没有整理吗？你完全没有整理，就是这样啊，完全没有整理，他们的被子什么是用过的，然后可是因为我们就是遇到那个沙尘暴，所以我们 check-in 时间很晚，然后那时候柜台是没有人，都下班了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当下帮我们处理，要明天帮我们处理。那贵吗？这个房间？不便宜，因为它行程都标榜都是几个万，四五星级的，而且它的我们的行程表收到的真的是那种太阳洒下来，然后埃及大饭不是那个豪华旅程，对。然后我一看到这个，我原本想说。天哪，这很值得生气。你知道，因为我老公一定当场发飙。因为我整趟旅行都很，就是我是一个很随便，遇到什么事情就是、看到你一墙孽友就算了。我一开始都随便，可是哇，我看到这个我真的爆掉哎、欸，不能忍嘞、欸！对，这什么？这个一个晚上几万块，这不可以吧？这个、你在三重随便找间房间，真的常坐牢。但是后来啊，我就跟他想说，我们转念想一想，虽然我们住到这样的饭店，但是我们可以靠这张照片，大概上了三四个通告，有把钱。赚回来，这是我第一个。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没有，这是我第一个。所以我真的找到机会讲了，因为这个我真的。这太过分了啦！可是比如说，刚刚这都是你们已经在旅途中才发生的，才当到现场才知道说啊，出包啊，或是跟前两样都不一样。遇到泥墙的，比如对。我上个月还上上个月，我去那个海岛，就去海岛去宿雾，然后去那边就是一切 view 什么都非常的美好，然后都很快乐，然后就觉得我已经充饱电回来了，我要开始好好努力的工作。然后呢，我某一天去练舞的时候，我那些同事看到我，他说。你怎么印堂发黑啊？然后我就想说晒黑吧，印堂发黑不可能啊！我明明在那边就是美白什么都有做好，防晒也都有擦好。然后他就说没有，你就是印堂发黑，而且看起来就是黄黄脏脏的。哎呦，就是我是那种一旦晒伤，我如果脱完皮之后我就没事。对。可是我如果没有晒伤，就是卡在那边，卡在那边要前不前要后不后的，就是。很黄，这谁？对，这谁？我哎，真的印堂是黑的，所以我回来之后我就想说怎么办？我印堂发黑应该怎么办？不可能去庙里面啊，应该是要找一些真的有效的方式，然后科学的啦。对，科学的。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有这种经验，就是你讲什么。然后你手机就会突然跳出那种，会啊会，手机会偷听你讲话，手机听偷听我讲话。我某一天晚上洗完澡，然后我在滑手机的时候，突然跳出一个，就是我大学时期就还蛮喜欢的一个牌子。然后想说，哎，怎么会突然跳出这个牌子？我点进去他们官网看，他们有新出一个美白精华，而且他们是一个由皮肤科医生创立的亚洲顶级科研的保养品牌。哎呦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我对这个牌子的好感度非常好。我就立刻下单，然后效果很好吗？效果非常的好，我今天有带来给你们，想试用，就是这个超维 C 精华液，大概使用三周吧，我就觉得有很明显的感受，因为我觉得我皮肤已经算是蛮白，你很白，对，我是算是蛮白的，我发现我的白居然它还可以再升级，就是很像有人。装了那种灯在你的皮肤里面，然后在你的皮肤里面打光一样，就是你这样子角度这样子转的话，你就觉得很像钻石的光泽，这样会有那种浸透这样的感觉。而且女生生理期来前不是会长痘痘吗？然后走了之后就是那种痘疤、小斑点、浅层的，我觉得都还蛮有感觉。所以三周之后就变得更白，然后皮肤还很保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，就是透明感。就是人家说皮肤白，可是你还有那种透清透出来亮亮的，对，清透的感觉。而且你们看一下我用完第七天的照片，额头怎么发光啦、啊？就是印堂不黑啦、啊。而且是亮亮的，真的有灯从里面照出来，光明灯在这里。你脸颊也很亮哎，因为我要讲一个重点是，我是那个酒糟肌，对，真的，它有一阵子烂得很严重。那用东西要很小心，可以用的美白精华超少，因为市面上所有几乎很多美白精华，它都有加一点酸在里面，就是要强制剥脱你的角质，所以我很多美白精华擦上去。超刺痛，像那种地狱烈火在我脸上，我懂，散开蔓延开，可是太刺激，擦这个就不会，而且它的超维 C 是他们家的独门配方。什么是超维 C 啊？就是外面很多标榜维他命 C 的精华，它只有一种。
可是它这个里面有三种，就是三种维他命 C， 有那个乙基 C 啊，还有维脂 C， 还有一种叫做长效 C， 就是三种维他命 C 加起来，然后它们可以各个击破你黑色素很容易生成那种关键点，而且它里面还有多种高浓度的美白植萃成分，它里面还有添加 B 三，就是可以舒缓。然后让你减少泛红啊什么的，而且现在它还有添加的是角质代谢因子，就是除了帮你美白之外，角质代谢因子可以帮助你的肌肤可以更加的浸透与嫩亮，所以摸起来会更很就是很滑嫩，对，对，很滑嫩，就是你可以摸摸看。啊，你现在是素颜哦？对对对对，你整个人是透亮，皮肤很亮哎，就滑滑的，滑滑亮亮的。你真的比之前上一次看到你在更白哎。对。因为上年晒发亮，是亮的白。可是啊，有一些美白产品呢，它除了会那个，就是你说黄黄之外，对，还会很黏腻。哦，对对，那种的，这个不会，它这个白天晚上都可以擦，因为它是那种水感精华的质地，它是完全透明的，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技术很厉害，就是微脂囊包裹技术。那是什么？因为维他命 C 不是很容易氧化吗？对。它除了把包装做成了双层的真空瓶设计，然后还有这个微脂囊技术，就是它可以防止阳光跟空气把维他命 C 氧化，所以它可以很好的在你的脸上可以很长效的作用，然后渗透到肌肤底层，就不会有那种产生说我擦上去然后到了下午我脸就变黄的这种东西，然后白天晚上都可以擦，而且不黏就很好上妆。对，而且那这孕妇也可以用，孕妇可以用，因为它里面不含酸类的成分。对，所以孕妇也可以用，马上就这样子，马上擦一擦，它好推耶，就吸收了。哇！而且现在夏天真的很透亮，真的。夏天快到了，我开始比较不能够接受那种很黏的保养。夏天要清爽，不行。而且夏天快到了，一定要在夏天前赶快把皮肤养白，把它养回来。我平常除了用这个之外，我还会用这个。这个是超维 C 的淡斑精华，它是更针对局部性的。就比如说我这边有个很大很大的斑，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痘，消得掉吗？你就是把先擦完它，打底完之后呢，你就把它挤在那个你的想要解决的问题上面。我觉得一次可以挤多一点，厚敷吗？有一点点微厚敷的感觉，这样子涂上，因为它完全不黏。而且你擦上去之后，你隔天睡醒，它全部都已经吸收了，完全不会。想真。真的，然后就慢慢淡化，慢慢淡化，慢慢淡化。我觉得至少要三周以上，你才会慢慢有感觉。毕竟它不是打雷射。对。你现在整个人亮到爆啊！而且你刚我跟你们讲话的时候，它已经全部都吸收进去了，就是完全你很亮，而且你完全没有什么刺痒，那些什么都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，因为我也是酒糟，我只是擦美白的东西，我脸就会整个涨红，然后很痛。没错，就很像晒伤那种感觉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好不赞。所以它早上擦，早上擦也可以，晚上也可以。而且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早 C 晚 A 吗？早上擦维他命 C， 然后晚上擦那个 A 酸 A 醇。晚上的 A 酸 A 醇已经很刺激了，所以你早上就不要再擦更刺激的维他命 C，就擦这个。所以我就是蛮推荐这个。太棒了。Apple， 你没有想说在国外被求婚的感觉吗？哦，我跟你讲，你求婚是在国外吗？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们早就已经登记了，对啊，所以我就没有想过说会有求婚这件事情。然后像这一次我们跨年，我们去那个米兰跟巴黎嘛，其实也是因为我老公他的生日是1月4号，等于跨年完以后就可以过他生日，所以他就想说那就带我去这个欧洲行这样子。然后我就想说哦，那就是过跨年跟过生日很正常嘛，所以我其实根本没有想到说会有求婚这件事，而且因为都已经登记了。你就觉得说就这样子了，都登记了还求什么？而且还怀孕了。对啊，不是已经嫁了，孩子都在肚子里了这样。然后他那时候我们去到，我们是先米兰嘛，然后后面飞巴黎的时候，他就有跟我讲说，哎，他巴黎有安排其中一天，就是他有请了当地的法国的摄影师帮我们拍照。哎呦，我说哈，干嘛还要请摄影师？是要拍什么？他说就是要拍巴黎铁塔那种浪漫的感觉啊。然后我就想说啊，不是我们自己拿那个手机，那个手机自拍一下，这样子配一下就好了。他就说他不要，他都来到那，他就是要拍那种
大景的，漂亮的，当大片在拍。对对对，他很喜欢这样。他是女明星吗？他是女明星，蛮好看的，很漂亮。我跟你讲，而且没有旅客哎，没有旅客。我跟你讲，旅客不是问题，因为我们那天是很早就起来拍了，好像早上八九点就起来拍，就是为了怕旅客太多，所以才有这个，就是这几张而已，就是这个景点，好幸运啊。对，然后。就拍一拍，他突然就给我下跪，然后就拿他突然下跪吗？他突然下跪，我傻眼哎！我傻眼，我还跟他讲说，哇，起鸡皮疙瘩哎！好浪漫，你有没有哭啊？我哭不出来，而且我当下，等一下，我好像哭了，要是我已经大哭特哭了，我当下没哭，而且我当下是脑子一片空白，然后因为地板还是湿的，他就在那边拿那个盒子要给我下跪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你等一下，你跪了裤子会脏哦，因为地板是湿的。那时候应该不管那个了吧？好理性，好解哦。因为我整个就是脑子空掉，我连他跟我讲什么，我到现在我还不记得。然后后面那个法国行回程的飞机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想说，他到底说了些什么？我老公坐我旁边，我跟他讲说，你有问我要不要嫁给你吗？他说有啊。他说他说的那个英文就是啪啪讲了一段，然后他就讲那个什么 Will you marry me？ 对，但因为我英文超烂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怎么会跟我讲英文？我当下脑子都空了，我一定听不懂啊，因为我完全不记得你有讲这句话。然后他超生气。他很容易生气，因为人生精心策划这一切，然后你这么无感，然后又还在那边跟我说被泼冷水的感觉，这很糟。而且我还跟他讲说，你干嘛求？不都已经结了，还要求什么？好解啊！太解了！你老公回来有说什么？他有生气吗？没有，我老公就觉得我太天了，然后他就想说啊，他都讲了一大段，结果我听不懂。然后再加上我们那时候去巴黎的时候，也是碰到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人很不友善，种种因素。对，种种因素以后求完婚以后，他就说他一辈子不会再去巴黎，都是不好的回忆。真的，他怕我。对呀，因为他一定觉得说求婚你会泪流满面，然后就很感动。而且他一定是先规划好求婚，所以他才找摄影师，然后才安排这些旅行。我还记得我拍照的当下，我还跟他说怎么办，我哭不出来。这种话放心里就好，你干嘛讲出来啊？这样真的很值得生气。对不起啦，老公，但是真的很浪漫啦，那些照片没有发自内心。补这一句，你们是不是光看那张照片都已经蛮想哭了？谢谢你们啦，我本人真的当下没感觉，不是空掉吓傻。你后来回到台湾再仔细想，你有没有哭？哦，有有，我在飞机上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有讲那个英文 Would you marry me 嘛，然后我才发现哦，我好不应该哦。后面我看着窗外的风景，我觉得。就是我好像浪费他的好意，我就看着窗外我才哭。这已经不是感动的哭哎，是内疚，内疚的哭。不是感动，有感动，然后他在旁边睡死这样。好了，不过恭喜你，谢谢，希望你现在顺利哦。Yeah. 好，谢谢大家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